横越欧亚大陆是许多骑士的梦想。我们预计从俄罗斯海参崴一直骑到欧洲。我要感谢蒙古代表恩和，还有莫斯科台北代表处，有他们的签证我们才能成行。最感谢的是我们的外交部暗中的协助我们取得这一些签证。我要感谢我的好朋友曾俊龙帮我的台湾号钉装木箱，这样我们才能将这一部台湾号运送到俄罗斯的海参崴，还有伊德公司让我的台湾号在伊德整装。谢谢朱科长、小郑、季克良大哥，还有许多车友们，谢谢，非常感谢朱大与许多车友一直在幕后助推，也帮我们办了一场欢送会。我在欢送会中介绍我们的行程与计划。我要感谢所有的车友与朋友们，有你们的支持，让我们有信心去完成这趟旅程。横越欧亚大陆，2007年，希望我们能顺利穿越西伯利亚大陆走。再来，我要介绍我们的装备，也是安全帽、洗车的衣服，还有雨衣，这些是我们御寒的衣物。我们还有带着炉具、锅子要煮饭用的，当然还有拖鞋。但是我们不能带球鞋，因为我们的行李已经太多了，太重了。这是我们每日的盥洗用具，这是我们的导航与摄影器材，还有我们的日常必备药品。最特别的是新竹的狗医师李医师送我狗吃的药，我们都带去吃的，哈哈。最后我们把我们的行李打包成这样，出发吧，横越欧亚大陆。